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主持人小溪。那些以前说着永不分离的人，早已经散落在天涯了。凭直觉选一张最有眼缘的牌，测他是真心追求你吗？怎么样，小伙伴们，选好了吗？答案就在视频后面，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选项留言评论在下方，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和你选的一样。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